左营分局交通分队日前获报，在左营区左营大路与海德路口有交通事故发生，立即派员前往处理。现场了解，系男子骑乘机车沿左营大路南往北行驶，至事故地点欲左转海德路，与当时沿左营大路北向南直行之自小客车发生碰撞，因而肇事。本次事故导致男子身体多处擦挫伤，送医治疗后尚无大碍，自小客车驾驶则未受伤。相关人员经酒测均无饮酒轻视，警方于肇事现场测绘收证，并派员疏导车流。有关肇事责任将呈报交通大队判定。左营分局呼吁驾驶朋友行进路口时应减速慢行，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，避免事故发生。